县新增实力，又有新的传播链哦。经营旅行社的梅山家族，阿妈带团，儿子开游览车，结果一家九口都染疫，就连三个就读幼幼班的孙子也确诊了。幼儿园是紧急来设筛检站。至于高雄马拉松 KTV 的传染链也在扩大。口罩拿下来，口罩拿下来。嘉义梅山幼儿园即设筛检站，大人小孩都来筛。嘉义县确诊家十，其中家族九口统统染疫。两个幼幼班啊，我们就停课十天。旅行团出事，家族九人经营旅行社，女婿和外孙先有症状，全家通通框起来，九个人全染疫，指标个案疑似是阿嬷。11号到13号还带团北上，一车39人也框列筛检，另外三名孙子都在同一家幼儿园，就怕小朋友没有抵抗力，家长错来蛋。3、5好友揪团唱歌 ，KTV 染链烧一串。高雄18号确诊加28 ，KTV 马拉松确诊本尊也露面。我就想好好爱你。长发女子躺在床上，标题写着“隔离第四天真的很无聊”。本尊po文，不要再笑我了，我知道我红了，但没想到又有两人确诊。35281跟35658。他们指标个案是32384，指标个案32384，足迹惊人。十号从晚上唱到早上，深夜唱到凌晨，凌晨唱到天亮，又从早上唱到快中午，连续三天攻陷4间 KTV， 要是不顾危险，没戴口罩继续唱，唱歌染链恐怕烧个没完没了。这嘉义高雄总报道。